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阿门。我们把圣经打到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前面有个惧怕，畏惧，畏惧，这里边畏惧是惧怕的意思，敬畏和畏惧又是两个意思。畏惧，恐惧战惊的，对不对？对，恐惧战惊的畏惧。但在四章的下面就是坦然无惧，是不是啊？第十六节，四章十六节，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两节经文呢好像是对立子，前面叫畏惧，惧是惧怕，畏是敬畏神，存敬畏惧怕的心，和把它简称为畏惧。前面为什么要惧怕呢？为什么要畏惧呢？就是你不进入安息的人，你就当应当惧怕。当进入安息的人就坦然无惧，在律法下的人就要恐惧战惊，在恩典下的人就要坦然无惧。听清楚了吗？听没听清楚？听清楚了。好，再往下看啊。上节课我们讲到了，他们没有信心与听见的道相调和，因此的道传给他们，他们也听见了，传给我们如同传给他们一样，因为福音给我们像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为什么与他们无异呢？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是相调和，所以没有异。异是什么？好处，好处，益处，得益处，受益了，叫益处。他们为什么没得益处呢？反而遭损了，是不是？是不是啊？没得益反而遭损了，什么原因呢？因为就是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相调和，没调和在一起去。信是信，神的道是神的道，这两个没有在一起，因此也听见道了。听是听见，却不晓得；看是要看见，却不明白。是不是啊？听见看见了，但是全是用肉体，是不是啊？动肉体不动灵，动外面不动里面，是不是啊？是。这就是他们不受益的原因，不是受益乃是遭损呐、不是受益乃是遭损。损在哪里？倒闭旷野，是不是啊？倒闭旷野，犹太人都是这样，从上古时代都倒闭旷野了，但耶稣基督那个时代，耶稣基督定他们为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有没有把他们老祖宗倒闭旷野这件事作为间接？没有。作为警戒？没有。不单没作为警戒，反要效仿他们老祖宗，坐在摩西的位上，坐上去，要坐在个正位上还行，坐摩西位上，跟摩西跑的人都死了。是不是啊？对。上一堂课我们讲到耶稣基督超越摩西，这一堂课我们讲第四章耶稣基督超越约书亚。怎么超越的呢？因为约书亚并没有领人进入安息，耶稣基督另有一安息的安息为我们众人存留。耶稣把我们领进安息的，首先我们想，神已经留下进入他安息的应许，这个应许已经留下了，在圣经里记载。
那么如何来进入安息呢？第一点，找到进入安息的路。第二点，必须找到能带你进入安息的人。第三点，什么人才能进入安息？属肉体的，属灵的，属灵的，从神生的，从人生的。进入安息的方法是什么？用信和所听见的道相调和。简不简单？简单，很简单。只要再问你如何能进入安息，你怎么回答？很简单，是不是？都知道，我们过去也听见道了，你可能听见一大堆道，你都记不住一句，你信不信？把那坏的都记住了，好的一个人没记住，是不是啊？过去听那个道，首先那些传道人本身就没见识，你信不信？信。讲道人就没见识，那些站在前面那些歪嘴的传道人都没进安息，他怎么能把你带进安息呢？是不是啊？传道人眼都瞎，你说怎么能跟你领路呢？他肯定把你也领到沟里去了，是不是啊？上帝今天要兴起众多的人来传讲真正的圣经所默示完的话，不能偏离圣经，偏离圣经进入到人的思维里头就坏了，人的道就有着啊，神的道有人的东西来比，对不对？混杂，对不对呀、啊？混乱主道呢，那是。今天你要好好的看看圣经，每个人都熟悉圣经。你想跟我征战，你必须拿出子弹，对不对？你想跟我征战，属灵的征战，你必须拿出圣经的话。你没有圣经的话，你光说跟我征战，拿什么征呢？我一个人敌十个人、二十个人，你不懂圣经话的人，一个人就把你堵住了，你信不信？嗯。好，咱们再继续看这段经文。福音就是神的道，有传福音给他们，给我们也是，正如给他们一样。只是他们与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相调和。但我们已经信的人是进入安息的。什么样的人是进入安息呢？已经信的人。上节课我说要考验一下，要试验一下，上帝要试验所有人的信仰，对不对？怎么试验？怎么试验？上节给我讲了，神的应许是什么？进入安息，无罪的人进入安息，跟罪没关系的，跟律法没关系的，啊，跟肉没关系，与世界没关系，与撒旦没有关系，无关系的，是不是啊？与黑暗的权势无关了，对不对？这跟我们都没有关系啊。如果你能够和这些没有关系，你已经进入安息了。信不信安息和这些有没有关系？你在黑暗里行走吗？你在罪恶里吗？你在律法下吗？你在肉体里吗？你属世界吗？你属肉体吗？你属撒旦吗？他们要考验，谁要考验？就为了突出一个字儿，与信心与听见道。这道给你，道就摆在那个地方，谁有信心谁得到。迦南地就摆在那，谁有信心谁进去，对不对？没隐藏。神国就摆在那，谁有信心谁进神国。哪怕他是十字架上那个作乱杀人无恶不作的强盗，他要若有信心，他也必要进入迦南，他也必进入天堂，也必进入乐园，是不是啊？对。谁有信心谁能进去，谁没有信心谁进不去。就算应许给你的，但你缺少这个东西，你缺少信，因此天堂和你没有关系，祝福和你没有关系，神的意和你没有关系，
不对？圣灵和你没有关系，天父和你没有关系，主耶稣没有和你没有关系，是不是啊？永生和你没有关系，你和什么有关系？你和罪有关系，你和死有关系，你和律法有关系，你和魔鬼有关系，你和肉体有关系，和世界有关系，和黑暗有关系，都在这里。你跑不了，听懂了吗？所以他神就是你的神，因为喜爱公义恨罪恶，从罪恶里出来的人才叫喜爱公义恨罪恶。想要靠肉体守在这里，他永远不能从罪恶里出来，凭信才能从罪恶里出来，理性才不会定罪，对不对？对，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他的人罪已经定了。圣经已经指明了，向所有的人指明了，谁不在信上建立章程就是罪人，就属肉体，就属世界，是不是啊？不在信上就是传异教，离开信就是异教。因为提摩太前书一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要吩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那荒谬无凭的话语，以及无穷价值那些空谈，是不是啊？当你回到律法中间，律法要用的合一，是不是啊？律法原是好的，用的合一，因为律法不是给一人设立，乃是给不法不服的，谁不服不法就给他设立了，敌正道的，是不是？行奸淫的、偷窃的，各式各样在活在肉体中间人设立的，他不是给他设立，不是给信心有信心的人设立，乃是给没有信心的人设立的，对不对啊？对。那么我今天进入这个安息，必须把听见道和信心调和在一起，好不好？合而为一，因为你和道合一就等于和神合一，你和道没合一，和神就没合一。道就是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不和道合一，你和人的话合一了。某某某大仆人讲了，或者哪个大传道人说了，我们今天是诚意，但是地位诚意，你信不信？信不信？不信。不信。你为什么不信呢？不是某个大仆人说的吗？某某某大仆人，某某某个解决王子说的，我们是义人，但不行义就不是义人。前面确定，前面肯定，后面就否定了，是不是啊？现在多少人前面肯定后面否定的，这样人多不多？太多了。今天上帝叫你是就是，叫你那嘴呀一定要咬定了，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是出于恶人，就出于撒旦，就出于魔鬼，是不是啊？在他并没有是而又非的道理，已经确定了，不是啊？如果你把上帝的话，那绝对的话变成相对了，你的脑袋就快要搬家了，你的命快要没了，就证明你今天要死，离死不远了，是不是啊？你可以提到这个道，它是个是像两面的意见一样，你不跟他调和，你没跟他道调和，都得倒闭矿里，以色列全归用倒闭矿里，原因内调上没有信心，于是天天道相调和。上帝给他应许之地，他非得去看看，不放心，对不对？上帝说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谁看到了？谁看到了？咱们得去看看，亲自去看一看。正因为他们心里疑惑不相信，总要红眼见，所以上帝才许可他们去看。看完了拿不拿回来？拿没拿回来？扛回来了。扛回什么东西了？葡萄。两个人抬着葡萄，历史中间你看到那么大的葡萄吗？没。啊，一个葡萄串，两个人抬。嗯。丰不丰富？丰富。丰不丰盛吧？丰盛。这个葡萄串就迦南地就代表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丰盛，丰富的生命，
是不是啊？嗯，他们看完了，是那个地方牛奶与蜜之地，那就太肥美了，太好了。上帝的确是那个地方说的没错，牛奶与蜜之地。但我们这小群人，这希伯来人个这么矮，迦南人气度那么高，我们怎么去争和他争战呢？嗯，啊，是凭眼前，是，凭感觉，嗯，是不是？嗯，凭外观，我们个矮，他们个高，是，我们怎么能打过他呢？我们哪能进到那里去得地呢？那城墙那么高大，那么厚，怎么能攻破呢？啊？我们在他面前，那个迦南人那么高大，我们在他面前如同蚱蜢一样，贬低了自己，对不对？助长了谁的誓言呢？仇敌的誓言，是不是啊？是。你没有信心，你就助长了仇敌的誓言；当你有信心，你就最小的大卫也能打过最高的格利亚。历史中间没有那么高一个人，是不是啊？非利士人，高不高？高。大不大？大。枪，那个枪杆如同车轴一样，那么粗，那么大。那个楼六楼，零一户口。外国的户口都大，没有咱们中国的户口小。六楼零一户口，六楼是多少？三米。零一户口大概是30公分，你去找找看，历史中间有没有这么高一个人？啊，2米多一点的，就算高的了。这是3米3呐，那个个特别特别高大，拿那个枪那么大，被大卫打死，还没能靠跟前就打死了。是不是啊？嗯。所以耶和华说，将军不能因兵多而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而得救。就是。靠力大是一个蠢笨的人。是。骆驼大。骆驼大有没有？没有。对不对？蚂蚁小。圣经说夸奖蚂蚁的地方特别多，箴言书，现实说蚂蚁，是不是啊？上帝他不喜欢人的腿快，不喜欢马的力大。今天叫你靠他的道活着，凡有血气的尽都入草，他们的美容也都是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父的道是永存的，对不对？我父的道所听见的福音就是这道，没听福音的人就是没听到，没信福音的人就是没信到。对，福音给你带来福，它叫福音；给你带来祸，那不叫福音了，对不对啊？福音是上帝赐给的，神的道是神赐给的，白白给，能容得调调上好。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马上又谁出了啊？如今那些在基督的罪不定罪这件事是谁说的？我说的。你说的？谁说的？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吃大饼的右边，谁说的？谁说的？主不算你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谁说的？他为挂在木头上牺牲担当了我们的罪，谁说的？他说的。他说你信不信？信。很简单，没有主观，没有客观，是不是啊？没有主观是有些人主观，客观，客观主观，没有主观客观。他说完你信不信？信。信是得着就得着，他说你信很简单的，他是阳光、空气、雨露，你就接受。没有什么客观主观，等一会儿，我等一会儿，我研究研究，我研究研究空气怎么吸。客观主观，主观客观，客观主观，我客观。哈哈哈哈哈！憋死。
人傻不傻？我在青岛呢，就遇见这么一个人，那简直受不了了啊！正常的人都受不了，当然不正常的人受不了。他和神经病在一起，神经病肯定受不了；他跟傻子在一起，傻子也能受不了。唯独和正常人，我们就受不了了。所以他就憋了半天，客观、主观、主观、客观，就这客观、主观，这个就弄得站半个小时。到最后呢，我告诉他，我说弟兄，你所讲的话，一句都没听懂。啊，神给我就够有智慧，对不对？神给我的智慧，但我都听不懂你的话。你想想你的话跟谁能听懂？啊，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正如圣经提摩太前书说，想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所论定的，连自己都没明白，自己都不明白，讲给别人，别人能明白吗？啊，自己都瞎眼睛，别人能领到正路上去吗？啊，自己都是瞎的，刚给人描绘呢。那个菊花是什么颜色的？那个牡丹花是什么颜色的？瞎眼的人描绘，你说能描绘对吗？拿蓝的他说红的，你拿红的他说紫的，他不知道什么颜色，生来就是瞎眼的人，是不是啊？今天上帝要的是什么？让你心调和上，他说不定这个，你信不信？信。他说主不纠缠。不纠缠你的罪，信不信？信。他说不定你的罪，你信不信？信。他说现在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信不信？信。他被挂在木头上，我的罪已经被耶稣就担当去了，信不信？信。他说你信神人同盟了，信上帝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你信没信？信。不信的就不叫做工。我在讲，你坐在下面接受神的道，这就做神功了。神给你奖赏，不在乎你今天做多少功，只在乎你今天信不信道。对，道你在你心里头，你做多少不都往上走吗？那十一，你把你全家都卖了，召集穷人，照样没有用。是，对。你信不信？信。你得先把道得着，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上帝应许就是道。好，再往下看啊。第三点，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你必须正如神所说，我在洞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造物之功完事儿，耶稣基督来是救赎之功，是，对不对？今天我们还又进到物质界创造之功里吗？不进。创造之功完成了，亚当不顺服就进入劳苦，进入咒诅。是，救赎之功耶稣基督做成了，谁要不接受，那又进入到咒诅。你听懂了吗？这两个功，创造之功已经完成了，神就歇了他的功。论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多处在讲这句话，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他们是谁们？就你们。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不信的人。这里边讲得很清楚，他们不信，对不对？不信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就借着信进入安息，唯一的途径，是不是啊？是。好，再往下看啊。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对。不信从就不进去。挪亚方舟在那摆着，不信的不信，信的就信，对，是不是啊？是。先前也有福音传给他，因为他不信从，所以不能进入安息。是。进方舟代表进安息，
进迦南代表吉安西，进天堂代表吉安西，信不信？进避难所代表吉安西。好，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话，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的心。硬心的人进不去，听见话不能硬心，不哪个地方都可以硬，心里哪个地方都可以硬，脖子可以硬，牙可以硬，骨头可以硬，但有一样不能硬，不能心结石。你可以胆结石受点痛苦没事，你可以肾结石，但有一个地方不能结石。什么意思？心要结石了就完了，心硬了是吧？心变成石头了，是不是啊？别长朱砂，别长牛黄就行，别长狗宝，别长结石就行，是不是啊？硬心了，这里边说又限定一日，是不是啊？你们今日的听他的话就不能硬心，这又有一日啊。这一日就是耶稣基督定十字架这件事儿，他能把你带回安息。耶稣基督死的那天正好是安息日，对不对？这安息日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对不对啊？不是人今天在这个日子啥也不干了，而是耶稣基督把你属灵的生命带进安息了，是不是？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降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安息安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并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呢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好，这里面又限定一日的安息。约书亚不能在这写吧，在这写第三，我得查掉。约书亚约书亚不能带以色列民，他带的是以色列民，对不对？是进安息。这人带人的人是很关键的，是不是？因为约书亚会死，耶稣就不会死，所以约书亚不能带人进入安息。基督带人进真的安息，上帝要以色列民跟着约书亚走，把他带进迦南，但在迦南里他想不想安息呢？没有想安息，所以后来基督来了，又带人进入真的安息。好，我们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倘若说就是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降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别的日子是什么呢？有人就把这个别的日子，礼拜天，从前是星期六，现在是礼拜天，换汤不换药，又换地方了。这个日子不是属地的日子，不是，这是耶稣定十字架把人带进属灵的那个真正安息，属灵的安息，属天的安息，属基督的，进入了真耶路撒冷，进入真的天堂里，在那里头享受安息。
临界，没有时间限制的，没有时间，没有地点，这个安息。所以另有一日的安息，这一日不是把安息日那天礼拜六改成礼拜天，不是这个意思。是这和这地上的日子没关，和地上的这个日子没关。我们可以看几段经文，和地上日一点关系都没有。先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先看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十六节，和地上日子一点关系没有。你那是影子，这个是实体。约书亚的安息是影子，耶稣这个安息是实体，实体啊。约书亚的日子是地上，耶稣基督这个日子是天上，对不对？约书亚是必死的人，耶稣基督是不死的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把你带进哪儿了？带进天堂。所以这个日子是带进天堂的日子，是指基督在基督耶稣里的日子，对不对？不是指在亚当里，在这个里，在世界上这个日子。好，咱们看这段经文啊。所以不许在饮食上过节期，越做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不要守节期，不要守饮食，不要守越做，不要守安息日。原因是因为这些原是后世的什么？应验。那兴起却是谁了？基督。那这个安息日的安息是指基督说的，对不对？在基督里享受安息，是不是啊？在基督里享受安息。耶稣说，你们烦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我使你们得安息，不是那日子使你们安息，我是不是这么说的？马太福音是不是这么说的？啊，马太福音十一章是不是这么说的？我使你们得安息。好，再看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十八节，是不是这么说？我是你的那个日子是在基督里的那个日子，那空的日子是今天接生这个日子，那个、日子指向基督说的，听懂吗？那个地上呢是指向将来的属灵，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那个安息是指基督说的，是指基督。那影子是迦南，对不对？那影子是迦南，那影子是地上，那个影子是日子，对不对？日子它是什么？影子里面包括的什么？这里面什么？饮食，对不对？还有什么？饮食还有什么？节期，有的这些尸体都是基督啊，还有月朔，还有安息日，安息日啊，也是指向基督，节期指向基督。月朔指向基督，安息日指向基督，看清楚吗？哪个指向基督？注意看，耶稣说：“我就是安息，我就是安息日的主，我就是那主。安息日都是影子，我是主，在到我面前就得享安息。”是不是这么说的？注意看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是我使你们得安息的，你住在我里面享受安息，我就是安息。
业那个日子，我是去就是旧约那个饮食，我就是旧约那个节期，我就是旧约那个月座，我就是旧约那个律法，我就是旧约那个规条。旧约的规条就是影子，我就是那实体。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些都是律法以内的。那就说我就是他的实体，到我这里来就得安息呀，住在我里面就享安息，是不是啊？是，就享受。在影子里说不能享受，在这里不是真安息，这是个虚的影子。影子是什么？虚的，虚的影像。听清楚了吗？约书亚为什么不能叫以色列去安息？原因他在哪里活的？影子里头，对不对？他那是影子，迦南地是个影子，迦南是地上的，天堂是哪的？天上的。他进迦南，我进天堂，对不对？他进以色列那块土地，我进是天上，不是地上，对不对？我是上头，他是下头的。用这个下头表明这个天，用山上表明这个天堂，西安山就表明天堂，是不是啊？那我不能抓住影子，在影子里活着，是不是啊？你看这段经文吗？这里面说，凡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的，就使你们得安息，到主面前就得安息，因为他就是安息，他就是耶稣啊，他就是旧约那个节期，他就是旧约那个牛羊，他就是旧约那个安息日，他就是他。那安息日说的就是他，所以为我见证就是这经。旧约那些都指向他说，旧约那些说用这些预表。好，这是上海，这是北京，这是南京，是不是啊？南京、上海、北京。我用这个来比，从南京是不是？从南京到底多少公里？从南京到上海多少公里？我是不是用这两个比呀、啊？但这是北，我用这个来比。这是个手机，我用它比；这是个贺兰堂，我用它来比，把它代表，把它代表。那它是不是那实体呢？不是，不是那实体，对不对？我在纸上画一个东西，不是，这是个小白兔子，对不对？是不是小白兔子？我这是小白兔子，但它是不是白兔子呢？是的。它是白兔，我画上了个白兔子，是不是白兔子呢？它不是白兔子。画脸的话，画脸的。这是我画出来，是个假的，是虚的，是我画出来的，但是不是真兔子。这兔子是这样，它不活呀，不会眨巴眼睛，对不对？就这么回事。律法就是这个白兔子，我画一个东西。但是基督没来的时候，我先跟他画一个像，这将来基督要来了。但我画出那个不是真的，基督真道成肉身来了，就不需要你画那个，你画的是假的。听清楚了吗？地上的讲你是月座安息日，这都在地上的，但指向天上的基督，它是天上的，对不对？没进天堂的人，我没和父神坐在一起的人，就没进安息。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就已经进入安息。听清楚了吗？我不属这世界，进入安息。我不属这个就安息，我不属撒旦就安息，我不属律法就安息，我不属肉体的就安息，我不属黑暗的就安息，对不对？对，对不对呀、啊？对。好，再看啊，第十六节，二章，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
就直接告诉你，那是那是指向将来的天上的事，用地上的事指天上的事。就像耶稣说撒种的比喻，种子就是神道，他拿地上的种子代表天上道，地上种子是天上道吗？不是，那比喻，听清楚了吗？耶稣用羊来比喻我们，我们是他的信徒，但羊是信徒吗？不是，那比喻，有许多人连比喻都不懂，什么意思？你说傻不傻呀？你告诉他那比喻，什么叫比喻？我不懂什么叫比喻，不懂就上边待去，拿两块上哪？两块比什么强？十六节找的吗？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是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谁啦？这是不是进入安息？在基督里进入安息，不是在节期、影子、月朔这里头。是不是啊？年份这里，再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八节，第八节。所以保罗告诉你，不要在这个地上停留，在这上面，你的眼睛一定要盯到天上去。那形体已经是基督了，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不是指地上的安息。安息日会现在全拿地上的意思，用肉体那些人捡拾的，那就背逆刚硬到极处了。安息日的学生，找到了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八节，第四章第八节，我来读，弟兄姊妹来听。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本来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给他做奴仆呢？什么叫小学？地上的东西、影子的东西都叫小学。用这小学的开端引导你，叫你明白天上的事，用地上的事明白天上的事，对不对？什么叫小学？下面就说，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啊。保罗是不是怕人进影子里啊？是啊。保罗是不是怕人进饮食中间啊？是啊。保罗是不是怕进节气里头？对。进月座里头，进安息日里，进地上的日子，地上这些活动里头，进迦南，怕进迦南。嗯。为了进迦南，看以色列进迦南，你也办个护照进迦南，上以色列国家有没有用？进迦南的不等于进天堂，它是个影子。听懂了吗？因为他拿迦南预表天堂，指向天堂。你在影子里活，你又活在地上这些东西。保罗说：“唯恐我在你身上枉费了功夫，唯恐，是不是？唯恐啊！”恐怕我在你身上枉费了功夫。又进影子里头，基督迎来是尸体。那么雅各给保罗设立许多的规条，叫保罗去清洁净你剃头，拿规费是站在影子里头，许愿先洁净你，上殿里献祭去，献牛，用牛羊献祭，是不是又进影子里头？是。这何等的可怕，这何等的危险啊！人从实体耶稣基督中间进入到地上节期、月份、安息日、年份，是不是啊？就危不危险？危险。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惧怕，我为你们惧怕，这不是好事，这是危险的信号，知道吗？是不是啊？这特别特别危险，一进到肉体里面就危险。教会中间，每个基督徒都是一样的。”进到肉体中间就特别危险，进到肉体中间马上有一种危险的信号来了，你信不信？信。你想你都是地上的神，你进到肉体中间，你说能不能看出来？看出来，能看出来。一进到肉体中间的人，马上自私的不得了，是，对不对？一进到肉体中间的人，马上思虑的都是这些，全地上的事，没有天上的事。你信不信？
约书亚没有把他们带进实体，而是把他们带进影子里。耶稣基督是把人带到天堂，带到真正的安息，是不是啊？基督就是我的安息，我到基督面前就想安息，是不是啊？是。我没到基督面前，安息和我没有关系。就算是我今天我也看了圣经，也信了耶稣基督，我的嘴信心不信，因为我根本没明白什么叫实体，我根本就没进入真的安息，全都在外在，在肉体里头见着，现在世界里头见着，对不对？在节期影子里面见到，见到来见到去，保罗说唯恐我在你身上飞恐，我为你们害怕，你们接受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把你引到肉体里头，因为这些东西就得靠肉体来呀。对，保罗说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是不是这么说的？对。那你进到肉体中间，就在这里头，这些东西就能容易把你引到肉体中间，你根本就不认识上帝的人。保罗为什么这样害怕？整个加拉太教会被引到这里，为什么加拉太教会被引到这里？因为加拉太教会保罗起初去传这个纯正的福音，是不是啊？把福音传给他，保罗一走了，雅各差遣人到加拉太去传什么？传律法，传这些东西，传割礼，传靠肉体成全，传戒律，传割礼，传节期，约束安息日，完不完了？有一天，有一人在网上攻击我，王一浩说的，否定雅各，耶稣兄弟雅各不是使徒，这人彪不彪啊？我都跟他讲，我都拿圣经说，将来天国那个门上只有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其他的不是使徒。你听清楚了吗？使徒只有十二个，其他的不是使徒，都是门徒。门徒最后也不是门徒，变成基督徒，在安提阿那地方就改变了。使徒行传里面是不是这么说的？是。门徒成为基督徒是在安提阿去起手的。那么我们现在呢，要的是影子，是叫实体。真正进入安息的是真的安息，没进入到实体中间都是影子，那不是真的安息，好不好？为什么这么多的经文都在劝我们？不是单劝我，是劝那些犹太人。那么我不说犹太人，就今天外邦人这个教会中间，在这里的多不多？多多多多，靠律法的多不多？多。靠肉体成全的多不多？多。靠肉体好行为讨神喜欢的多不多？多。太多了，可以说是十万分之几呢？十万分之多少？99999都在那里。十万分，来十万分之99999，多少？个十百千万，十万分之99999，十万分之99999，你信不信呢？是不是啊？个十百千万十万，十万分之多少？99999999的人在哪里活着？追求的是，追求的是什么呢？地上肉体的生活。对。根本和生命一点关系都没有。讲一道，一会儿把那书拿出来给你看看，那是只是十万百万分之一的，给你拿出来。他们写的书可以用火车皮拉，用火车皮运，
但他歪嘴传到人那个嘴就能用火车皮能拉好久，就中国就能拉好久火车皮，你信不信？就光把那嘴割下来，用集装箱子装起来，能拉好几火车皮，你信不信？歪嘴的，随着情绪增添的时候，全讲地上的事，讲生活，讲肉体，不讲生命，和生命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啊？歪嘴传道人，你不信你看看，我集装箱里扒开，看我家里头那传道人的嘴全是歪的。完了用冷冻机啪一冻，冻完了之后拿出全是歪嘴的，各个嘴全歪了。他怎么歪的呢？因为他传歪道，对不对？他的嘴一直是歪。净传歪道不传正道，你说能好不能好？发明了那么些的错误，我还以为就是几十条呢，我这一看这不是几十条啊，啊，根源上就全错了。把生命改成生活，你说根源错了管不管呢？耶稣来赐生命的，他把耶稣所讲道变成生活之道，我得胜生活，能得胜吗？人不得胜，上帝才叫你死的呢，不让你得胜生活，还得胜生活？基督徒生活标准，得胜生活。你说嘴巴歪不歪？我要说他歪，有的人玩好人，他能不能贬低人家传道人呢？你是主心里的传道人吗？他要说他是主心里传道人，咱们可以站在这种教养上，行不行？他说他是主心里传道人，他找一个地方对战吧。那天不是没对战，一共来了五个人跟我对战，前面来三个，后面来两个，结果是什么？大败而归，羞愧而走，因为他没有圣经啊，他们也不肯拿圣经啊。你插哪段，他就问，就故意堵你，全部给他嘴给他堵住，拿一段经文给他堵住，等他说话一说就错，又说来，你给我插圣经，一下给堵住，那脸擦擦擦擦就红，是吧？一红一紫，一红一紫，那脸。变颜色了，像该隐似的，是不是？那该隐的脸吗？变颜色了。耶和华说：“你为什么变颜色呢？为什么变颜色？你说行的好，行的正，岂不能越拿？因为你行的不正，你那老旧人行的不正，所以呢，所以罪必伏在你门前，是不是？你必要制服他，他必要恋慕你，是不是？你得制服他呀。”有的人根本就不是制服他，天天在肉里有活着，想要用肉体来制服罪，最后你弄个罪，前面的罪洗净了，后面的罪留着干什么呢？罪不罪？对不罪？你问他怎么对不对？告诉你，不告诉你，就对不罪？傻不傻？就是你啊。你真有主的灵在里边，能这么说话吗？对不对？那个对不对？圣经里有吗？没有。耶稣就说：“这罪是耶稣管，不是你管，是不是？你能管点罪吗？你要能管点罪，耶稣还用死在十字架付出这么大血的代价吗？还是个对不对？你这嘴歪的，讲话就歪，是不是？这能不歪吗？”那人歪根本不是从正，不是从基督来的，那人就歪，从撒旦那边兴起的。你说能不讲歪道吗？谁让他起来的？谁让他起来？谁让他站起来？他站起来，上帝不顾着他站起来不说歪道，还怪着呢。那因为造物的主上起来到人间说：“我来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行。”那是按照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叫我说什么讲什么就说什么讲。我若我的见证若出于自己，我的见证就不真，是不是这么说的？
那这见证是从哪来的？这歪头传道人正在里面。你不信？你看，所有宗教都在引诱我，在饮食，在节期，在比如说三七，都在日子里活。他不算守那个星期六的，他说礼拜天哪行？你信不信？他是改日子的，不换个月换成礼拜天，谁告诉你的？保罗没有说，保罗只说你们谨守日子、月朔、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你们想守，我就为你们害怕。我们不属这世界的，守世界的日子干什么？我们不守世界的，不守这世界的日子干什么？我们不守世界，守世界节气干什么？我们不守世界，守世界的节月朔干什么？我们不守肉体的，靠肉体成全干什么？我们已经死了，过多生生活去了，干什么？生活能得胜吗？亚当原来在圣国里头堕落了，是不是、啊、天上那个被造成的路西法在圣国里头堕落了，现在上帝叫你在生命里，不在圣国，好不好？将这生命之道表明出来，不是表明圣国，是表明生命，对不对？那错就错在这个地方。现在就是要把人领进影子里，所有的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并没有享受安息，受仇敌攻击，多次被掳，对不对？没有进安息啊，表明迦南地是影子，对不对？那个安息日是影子，是地上的，我们今天要归到天上的安息，好不好啊？啊，我们回到希伯来，回到希伯来书。第十节，希伯来书四章十节，因为呢，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罪的功，进安息歇罪的功。第四，进安息的意义是什么？现在的意义是什么？歇工，是不是？歇工了，怎么歇？这是第一点，歇工。歇谁的工？为什么要歇自己的工？第一个，歇安息的意义。是不是先还安息的意义？第一是歇了自己的功，乃是歇了自己的功。因为神正如神，你这安息必须像神那样歇功了。耶稣基督是不是歇功了？在父神右边坐下，才叫歇功。没坐下的人叫不叫歇功？不叫。那你坐下了吗？坐下了。神创造万物，坐下了，歇了自己的功，是不是？那么这里边也说歇了自己的功，歇工，不做工才叫歇工。对，不做工啊。那么我们看几段经文，不做工。罗马书第四章，不做工就白得工价，是不是这么说的？什么叫歇了自己的工？这就叫歇工。亚伯拉罕就成为一个进安息的一个代表，一个活的代表，一个历史中间的上帝用亚伯拉罕这一个人物借着信心进入安息的一个代表。好，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歇了自己的功，对不对？不凭肉体。不凭肉体，第一歇工，第二不凭肉体，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肉体得了什么呢？
是不是梦话？是。他是凭肉体得的吗？不是。他说要不然他是因行为成义，不凭行为。凭行为。那今天说我又犯罪的人在哪里？在行为里。不行。先爱心的人他不自己做工了，对，享受恩典。先爱心的人不凭肉体了，对，乃凭圣灵了，靠圣灵得成就当靠圣灵行事。先爱心的人不凭行为了，是不是啊？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敬爱心呢？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没敬爱心呢？别说呀，没人说享受爱心，对不对？表明他自己在做工，表明他凭肉体，表明他靠行为，是不是啊？再往下看，靠行为靠肉体就输定了，凭信心就赢定了。好，再看啊，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诚意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呀，不靠行为可夸，对不对？不靠肉体可夸。经上说什么？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的，借着信进入安息，信神就算为他的义的，是不是啊？专凭信，不凭行为，专凭信。什么叫专凭信？第四在这了，第四在这，专凭信，不凭行为，专凭信，行不行？行。可不可以？可以。这么就进入安息了。这里面说尽安息的义，第一先入自己功，第二不凭行为，第三不凭肉体，不凭行为，专凭心。对，好，再往下看，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只先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心就算为义，不做工，先入自己的功。下面第五点是。歇完功了，不做了，不做了，只信，对不对？专凭信，不做功，歇功不做功，不凭肉体，不凭行为，专凭信，不做功，进入安息。老哥，你能进入安息吗？啊？保证你能进去吗？不能。好，往下看啊。唯一不做工，只信唯。唯是什么呀？唯有是什么意思啊？上帝不让你做，不是我不让你做。我们还号称是说不做工的，那圣经说不做工不可以吃饭。那个做工是在基督耶稣里凭圣灵感动，凭基督讲道，对不对？我们讲道是凭基督，不像有的人为利混乱主的道，不像那许多的人为利混乱主的道。这里面说唯有不做工，是指在肉体中间靠着凭着自己的行为，凭着自己的立功之法，像该隐那么做工，人为的做工，人性中间的做工，人为了讨神喜欢，把大肉体的行为拿出来做工，这里说唯不做工，唯有什么呢？不做工，只信，专信，只信，单单信，不要怕，只要信。这样的经文我在圣经里面找出一大堆，一大堆的经文呐、啊。但是这一大堆的经文有谁能注重呢？这是上帝何等大的应许。是你进入安息必经之路，你要进安息，若不是进入这里头，你就进不去安息的，对不对？你奋斗了多少年都是枉然徒劳，你信不信？你苦待己身，你苦待了很多，最后上帝不承认你，信不信呢？所以这里边讲的不用做工，只信什么呢？唯有不做工，唯是单单的，唯有不做工。上帝说什么样人成义的？唯有不做工的人成义，做工的人肯定成不了义。只信什么？这里的做工就是指唯有没做好事儿，
但我还是个罪人，没做好事，但我只相信神称之我这个没做好事的人为义人，这个人的心成了。成了红灯啪就亮了，成一红灯啪就亮了，没成的其实红灯也弄不成，死的是谁的劲儿？成不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了，我们借着信心在我们身上也成了，好不好？好，进入爱心，是不是？这两个关系，是不是啊？唯有做主只信做罪人为义的人，在行为以外不跑行为。大卫称呢，在行为以外蒙了神。大卫是不是跳出行为了？是，从在行为以外。在行为以外，对不对？他说在行为以外，他为什么要在行为以外？他经历经历行为，经历了，你成没成功？没有，没成功。所以他在提倡在行为以外蒙受上帝的庇护的，对，得赦免其罪，其过自盖其罪的证人，罪得到赦免，是对不对？过得到什么？得赦免其过，过就过半，遮盖其罪的，遮盖的，有罪被遮盖的，对不对？证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证人是什么？什么叫遮盖的？耶稣已经不算了，这叫遮盖，不纪念这叫遮盖，不纠察这叫遮盖，对不对？不定罪了这叫遮盖，还定罪还翻出来，那叫遮盖吗？我这个一天一天。一天一天干，简直傻，傻不傻？好，休息一会儿。